前几天，蔡小编闲闲没事滑 FB， 不小心跑出了一则山边妈祖的视频。这则短片是由北港朝天宫蔡董社群所发布的，内容很精彩。还没看过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在画面这个状况是，山边妈祖在回銮行走中，好像有察觉到什么，就突然间猛然掉头。北港朝天宫的蔡董一看到妈祖叫来时，就赶快下车，准备向妈祖拜拜。山边妈祖一看见蔡董站在旁边，粉红超跑二号神轿毫不迟疑的就直接开过去帮他加持。认识蔡董的人都知道，蔡董平时是很注重养生与保健的。这会儿山边妈祖一过去，二话不说就直接帮忙蔡董加持，身体壮壮保健康，是不是很神奇呢？而这位台湾重量级的宗教领袖，对妈祖的尊崇与敬仰也是有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面对刚刚山边妈祖的加持与助佑，蔡董也是潜心的直接在产业道路上谦卑的就地对妈祖行起了三跪拜大礼哦。看到大人物没有身段的对妈祖行礼如仪的这一幕，您的内心是不是也很感动呢？一年一度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已经圆满画下句点，感谢妈祖灵感保佑，所有香灯脚一路平安，感谢庙方教班人员尽力维持秩序，还有沿途信众们的热情与分送的膳食跟结缘品，期待明年再跟着粉红超跑妈祖婆徒步进香，来去北港朝天宫。今天就讲到这边，爱解签就是爱解签，我们下次见。